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到河南。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好好的喝几碗我们河南的胡辣汤。谢谢大家，谢谢现场观众的热情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，如果现场的朋友会唱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唱，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，希望大家的2024年可以生活得更加精彩，更加的尽兴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没有回忆怎么起点